吗？想吃吗？因为我在底下已经这两天不在了，所以不知道在哪里。最近没什么了，不方便。那不用，你刚刚看看吧。都看一下哦。太难了，就这样子。站住！不能再太难了。啊？为什么呢？是电机精度不够高呀，还是怎么样？这个电机相当于替代了它的一个轴，知道吗？啊！你想想，咱那个轴上面为了减轻重量，挂了个镜片。你这个电机上面挂了个这么重的一个卡带，它没有办法像扫描眼镜一样呼呼在摆动频率这么快。记得小了劲儿，然后要不也担心事儿吧？那你这样，记得小了，马上就摆动一点，也这样快，快点。别说，那这个轴电机就跟不上了。我小时候它展，它是能展着。要是用普通的那种呢，是不是就快点？普通哪种？普通的现在都打。完了，现在解决了你不是这儿一样的，不让你了，是皮带这儿也没了。你越低了，还是我？3分40秒了。啊。嗯。我告诉你，用的。耐心，淡定。他说没问题，对，很简单。二手。给我他妈的，也就是。客户就打纸了。嗯。客户就打纸啊。客户不打纸，打杯子。杯子。嗯。打黑呀、啊？不是，咱试这个只是为了让它实现边转边打，就一边旋转一边打，保证整个图一个商标就出来了。现在在转吗？你不再转，它怎么打呢？没有任何拼接。对啊，一点拼接都没有。就和平面打出来一样的效果。可以多拿几杆就是，知道吧？但是我让他一直跑啊，我看看你过去了，他一直跑啊，他不乐意的跑啊，现在是。你让他一直跑。不是，让他这么转一圈，拿个笔，知道吗？快点。啊，你不走了。不能走是吧？可以得反憋你不？幸亏姜吃了饭。姜吃了饭是什么意思？今天这个姜吃了饭。嗯。得自然端着。这好像是那个吗？不会抖。放心大。越来越快了，是不是？换了个电机，好，我们俩选，我们选。